最后过就下班了，包一公斤的啦，包啦，弄回来就是二十八公斤的，500块啦。然后昨天老师说很多钱啦，500，400对了，350啦，下班嘞，一包嘞最好提了，哎，我就是300，哦，300好啦，无人来哦，300好无人来，包300块啊，下班。一边我一边买钱。那我一届花，一届卖。哎，这两包300好，一包卖你100，包一公斤的了。哎，两块钱。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两包300下班了。哎。哦，两包300对不啦？300对不啦？你过去就下班，两包300。哎，这么着过去就下班。哎呀，过来来，两包300。哦，我要吃二四路的，好像我卖来，现在两包300。哎，头家好买来。哦，过去就下班好吃，有些豆米粗汤最好吃。来，两包300好辛苦。哎，老板，够不够不？两个，你别弄麻烦我呀。